大家拢足信任，伊个人不贪不醋，
啊，该安怎做就安怎做，过到到底算大，到底大家哪个朋友就来讲，啊，你食饭啦，要食饭，要开工卖少啊，你做代志再少啊，好啊，伊人抓啥你，哦，那我应该做，应该做，伊就来做。啊，最近吼，伊迄个罗冠已经成功啊，吼，迄个啊罗冠开始要起啦，因为遐已经规模真大，所以要搁起一个地方对不吼？啊，最近台中伊其实有一个真大的计划，我想啊，大家因为伊叫我一个吼，伊啊即个伊去金马看，啊，完了为着成功，咱台湾就要拍拼，因为这段时间大家我相信，这四五年啊，大家拢生活都足有资料，啊，有资料啦。哎，伊说要做一个包装，叫做民服。啊，漳州朋友嘛讲，啊，你的头发少，做包装就是爱开钱了钱，了钱是当当咧对。但是，伊若想着讲目标一定伫遐的时阵，伊就会要行。我相信，伊要来做这个民服是一个暗号。我相信，一定召集咱台派人所有人的力量，一定会再成功。因为这个包装若搁做袂成功哦。我看咱啊，以后摆个造型实在都无介乐观啊，吼、哦！所以伊要做这个面部要开始咧，即马开始拉发起，我想咱这东西，咱这高级伙伴，后期就一定来过来来支持一下，吼、哦！啊，我以上简单报告大家，有时间留咱来接触。但是说伊的伊人生的人脉，唔是讲干那在一家讲，伊对人的关怀，对历史的了解，对台湾的用心吼。啊，渐渐你就看出讲，伊一个人对咱台湾投入遐尼尽心，实在是爱咱台湾的资产吼。啊，大家咱台湾人在打气，啊无今嘛来听陈叔来讲，我伊要做甲你讲的话安尼，好，大家搁再一次。多谢，各位先生、各位好朋友吼，大家老早。我一路起来吼，我真感动嘞。我讲安尼，遮透早恁就安尼聚集伫遮吼，啊，讲要叫我来向大家分享，我这是医学院吼，要甲医学生教的册啦，吼，教的课是安怎？就是讲，要互咱少年的医生、台湾囡仔了解家己的历史。啊，要了解家己的历史，当然读医学院的人，你就要了解医疗的历史啦，吼。敢若台湾嘛有农业的历史。有工业的历史，有教育的历史，政治，我想恁伫遮上真侪含政治有关的课啊，外交吼、国际地位种种，咱拢爱了解啦。啊，我是感觉讲，我是读医学的人，我至少对即个医疗的发展的历史爱了解，啊，我较有法度教即摆少年的医生啦。啊，像我以前读医学院时，我这老师拢无甲伊教这个，啊，拢无教这个，啊，咱就爱家己安尼去摸索啦吼，慢慢仔去收集资料，啊，慢慢仔去建立台湾史的一部。我伫高雄做卫生局长的时候，我伫高雄有建立一个台湾医疗史博物馆，迄嘛是台湾第一座，就是讲甲台湾的医疗有关系的所有上重要的代志，啊人物拢伫去台底来做一个介绍。哦，因为我是感觉讲，台湾人哦是无历史感的民族啦，咱对真侪家己足重要的历史，咱家己的前辈、咱的命运拢无了解。哦，啊你若无了解家己的历史，你就无根嘛，无根。啊，无根就是变安怎？统治者甲你讲啥，你就去拢懵懵懵相信就对了。啊，拄则即个洪金生甲我介绍是，敢若有两个所在无对，我小可甲修正一下啦。我是台南一中毕业的，吼、哦，我毋是高雄中学。虽然我是高雄囡仔，我伫高雄读初中了，我是去台南读册。所以高中我是伫台南读册，读三年吼。啊，了大学我搁去当去高雄读册吼。啊，我的立委是花莲选出来，大家拢知影花莲是上歹选的所在啦。到今也搁是铁板一块啦吼，就是讲，迄、那个所在吼，毋是国民党的势力上强哦，迄、那个所在是新党的势力，宋楚瑜啦。总统大选的是三骹女咧选，宋楚瑜上关票呢。过来较阿扁啊，过来较廉政啦，吼、哦！啊，所以伫遐当然过去是国民党个势力，啊，毋过到即摆呢，就是国民党个内底阁上保守个迄块，深蓝个就对啦吼。花莲实在是即种所在。啊，迄阵你去花莲选举，大家嘛讲个，啊，你头壳歹去啊，因为我毋是花莲人嘛。花莲我一次都无住过咧，
一条街仔路都无行过呢。啊，迄边个煞，哦，啊，想到我去，其实我的理由嘛真简单啦，啊，都无人要去的所在，那就需要咱去。迄都民进党都找无人同意花莲选啦，大家拢知影是选袂着嘛，所以就无人要去啦。民进党是若会着，大家就烧钱啊啦，哦，钱到唔知人去啊，啊，袂着无人要去，啊，所以就黄信介让我来去，哦，啊，黄信介当然伊是一个福将啦，伊都。伊本来是终身职的立委呢，伊是老立委呢。啊，因为美丽岛事件判罪，伊迄个终身职立委无去，无去了，伊关出来了，伊阁复职呢，阁复职，伊去立法院同辞掉。伊讲这终身职立委吼是见笑代志就对个啦吼，迄无民意基础的，伊同辞掉。啊，所以辞掉，结果找无人要去花莲选，伊讲我无人要选，我就来啊，伊就是安尼啦吼。了伊。讲啊，你少年啊，你嘛都爱来哦，我就去。啊，第二个理由实在是，因为花莲足侪原住民啦，花莲是全台湾原住民上侪的一个县啦。花莲有四分之一的人口是原住民，超过八万几个原住民啦。啊，拄只洪先生有介绍讲，我上头二十年的时，我就常常去搞原住民服务，伫山区做足侪巡回的这个医疗。所以我就想啊，啊来当替原住民佫加做一寡代志。嘛是我学生时代的一个理想，所以我就去啦吼，大概是安尼。啊，如明知不可为，我嘛是去做啦吼。同款，我即摆想到做去罗东，我嘛毋是宜兰人咧，罗东我嘛是一工都毋捌住过啊。啊，这罗东的圣母便宜吼，是一间天主教的便宜啦。啊，这个天主教的便宜拢是外国神父对意大利来的一群人，因伫遐建立这个便宜已经六十年啊，伫遐服务，嘛是拢咧服务原住民。因为宜兰有这个南澳乡和大同乡，有人拢是原住民，所以因逐天拢会派巡回车去这个山区做巡回医疗服务啦。啊，不过你甲想六十年啊，就是讲这个神父，若是死，就是八十几岁啊。因为因六十年前对意大利来到台湾，啊，阮这个天主教会这个神父有一个特色，第一，因拢伫台湾做甲死无转去，只要伊踏上台湾这块土地，伊就做甲死无转去。阮遐有一个外国医生吼。伊来台湾，伫阮个病院做39年的外科医生，39年毋捌倒去因厝一日哦，从来不回家，住伫阮个病院内底，无娶某，逐工甲病人开刀。伊伫罗东开80000多的手术，80000多是偌济？你知道？你一日开6刀，一年砍2000刀尔呢？要开80000多，就是讲40年拢无休困啦，逐日拢爱开6刀至7刀啦。你看，迄要开6刀至7刀，都要伫开刀房内底10几点钟，出来，着阁照顾遮个住院的病人，阁看门诊，所以伊等于40天毋捌休困到一点钟，做甲死，总代志劳动。所以即个医生呢，专机人的人拢捌伊，拢叫伊乌鸡的，乌鸡的，乌鸡的，就是日本话讲大啦吼大，啊其实是讲伊真伟大啦，真伟大啦，真正咱甲想看卖，台湾人无一个做会到的啦。台湾的医生对一个人在调讲39年，叫伊逐工值班，哪有可能？咱即摆少年医生哦，艰苦代志不爱做呢。我即摆咧做院长，我咧请少年医生，少年医生来第一句话拢会问讲哦，一礼拜值班几工？你若甲讲一礼拜值班2工哦，伊头发就落走，伊讲我无爱遐忝，哦。生活品质啊，哦，咱即款少年人真重视生活品质，你知影无？我爱听，所以恁个注意哦。最近台湾常常讲啥物4大科咧请无医生啦，内科请无，外科请无，妇产科请无，小儿科请无，含急诊嘛请无，就是讲艰苦的代志台湾做，少年人即摆就是安尼。啊，我就是去养院拢咧甲少年医生教讲哦，你看人即外国医生，伫咱即个所在奉献39天，毋捌休困甲一日。做甲死，啊，佫拢毋捌领薪水，因为啥物？迄新妇要发薪水哦，伊讲哦，我都无时间通用钱啊。大家拢伫病房，拢伫开刀房咧做工课啊，啊出来啊困就困伫病房一张床，啊食饭含新妇做伙食饭，啊无娶某啊，所以讲你钱互我嘛无路用，我都无时间通去开钱嘛。啊，新妇有当时啊会留一点仔所费哦，伊讲无你嘛咧有一点仔所费，建起着迄钱哦，就去替病人咧交医药。
咱过去台湾还阁真善车的时代，村口还阁真侪人医药费也袂起，还阁无健保的时代嘛，所以迄人才医药费。啊，若要开刀，病人若欠费，伊就家己输的，抽家己的血咧给患者。你看有这款的人，台湾的历史上吼，有真侪比台湾人阁较疼台湾的人。咱要注意哦，咱会常常讲台湾人，你那个想法，台湾人是啥物款种的人啊？台湾人敢就一定爱台湾？不一定。台湾人伤害台湾的嘛真多啊，台湾人出卖台湾的嘛真多。啊，你污染咱的土地，污染咱的空气，啊，做机油啊，卖给少年人，安非他命啊，啥物货，安尼咧伤害台湾人的健康，嘛拢台湾人啊。莫讲啥，啊，即摆去中国做生意啦，啊，然后就互中国收买去啊，即种台湾人嘛真多嘛。所以，唔是讲台湾人就一定爱台湾。唔过呢，这个世间冇迄个唔是台湾人的人咯，来到台湾这块土地，奉献一世人。哦，咱知影这个嘉南大郡啊，乌山头水库啊，迄个一个日本人吼，八田雨衣，也一世人为着建这个水库，牺牲伊的性命，含因太太就是伫乌山头水库自杀。因为八田雨衣一建这个水库，啊，到尾伊予日本政府甲征兵调去南洋要修建，结果伫要去南洋的这个海上呢，去予轰炸，美军轰炸的时阵，八田雨衣牺牲去。啊，牺牲去了，台湾人少年伊甲起一个纪念的这个铜像，伫这个乌山头水库的时候，伊墓葬伫迄个铜像落成的时候，跳入乌山头水库。殉情，所以讲，某这种日本人嘞，某这种日本人嘞，吼、哦，所以咱会知影讲，伫台湾的历史上，吼、哦，其实有真侪咱无注意到的，为着这块土地奉献一世人的外国人，遐个人，台湾人嘛无咧甲纪念，嘛无咧甲孝念嘞，吼、哦，有一个日本医生，有一个日本医生，伊的老爸吼、哦、是伫日本一个长老会社。回社啦，日本人公司叫做回社吼。啊，咱台湾过去是产樟脑，真出名嘛。所以日本打占领台湾的时呢，伊的老爸或者日本的公司派来台湾采取樟脑，结果伫山顶，今日的花莲秀林乡太古国迄个所在，和原住民出草甲不死，因为迄种原住民嘛是还搁咧出草的，你知影吼？看到日本人来杀掉。结果，这个少年囡仔，伊伫日本高中生，伊听到讲，伊老爸去予台湾的原住民杀死，痛哭流涕。伊讲，我绝对要替阮老爸报仇。不过，伊是一个基督徒啊。圣经讲哦，你着爱爱你的仇敌。伊这个圣经的教示，予伊痛苦万分就对了。台湾的原住民把阮老爸杀死，啊，圣经叫我爱我的原住人。这到底是要怎报仇？所以伊到尾啊，一直祈祷，祈祷到最后，伊的结论讲吼，我都爱一世人为着台湾原住民服务，感动因卖阁杀人安尼啦。结果伊从读神学院了，阁去读医学，读医学了，伊加做一个医生的时，伊总甲日本政府要求讲，伊要来台湾的山地服务。日本政府讲足危险啦，台湾的山地拢还阁咧杀人咧。伊讲无要紧，阮老爸就想要杀死，所以伊从对神就入去山区开始替太爷祝福。伊的三个囝拢死伫台湾的山地，因为传染病足厉害。台湾的山区过去公共卫生也阁无好时，传染病足厉害，三个囡仔拢死伫遐。伊的太太后面嘛拢破病，也毋死，被送返去日本，治好伊阁来。伊一世人一直替台湾的原住民服务，服务到到尾啊，原住民开始感觉讲啊，这个人是好人哦吼。伊的一期典文，逐天都记载，对一个日本警察，搁去予原住民杀死；对一个日本的上社的职员，搁去予原住民杀死。伊就是伫迄落遐危险的环境之下咧做伊的工作，做到到尾啊，原住民甲接纳，结果台湾发生无邪事件，你拢知影嘛？塞德克巴莱就是咧编这个武侠事件的故事。当年原住民起来反抗日本人的时候，农民小镇，最后尾啊，当然
日本政府就调大炮、调飞机开始一直用、一直用。我就明知这边赢嘛，无可能。日本政府是现代化的军队啊，武器一直来、一直用。弄到到尾啊，这原住民安怎？集体自杀，所有查甫人拢都自杀，战士拢都死，这边赢嘛，搁快投降啊，总自杀。总自杀了的结果是啥？迄、那个族剩查某人、老人含囡仔尔。日本政府种种即个族，就是塞德哥巴来的演的即个故事，伊将即个族种甲迁入去一个乡落后的山区啦，叫做川中岛啦。迄、那个所在就是无米通食，佮传染病足厉害的一个所在。日本政府的想法就是讲，要把这个作灭掉啦。哦，这群人都无生产力啊，查某人、老人、囡仔，哦，还佫甲创入去迄个无米通食的所在，佫传染病上厉害的所在。结果，这个日本医生啦，甲日本政府讲，我要对应这个所在，佮治得掉。伊对这个原住民，从这里这个川中岛去救这个日本，全部救这个原住民，到佮这个作无去灭去。你看，有这款的，这是塞德哥巴莱无演的后半段，是来讲。结果，这个日本医生到我死的时候，伊的墓顶冠有两句话啦，一句是汉字，写一字爱，爱；一句是泰雅族的语言啦，泰雅族的话讲，这是上帝的编织。就是讲，这个人的一生就是上帝的一百度的地方，上帝的一百度安尼。好、哦，但是真，当然无人知影有这个医生啦。无人知影讲有一个日本医生，伊的老爸和原住民台死了，伊阁为台湾的原住民奉献伊的一世人，包括伊三个囝拢死台湾的这个山区内底。所以，这台湾的历史真侪咱无去解了解，无去想的代志。OK， 虽然是要讲医学，唔过实在讲，医学的背后嘛是政治，嘛是经济，嘛是历史，嘛是文化，嘛是咱的命运拢伫内底啦吼。啊，所以恁无妨甲当作咧听故事同款吼。啊，但是这当中，你若有啥物疑问，你随时问不要紧啦吼。这个时间袂讲足歹记，就是讲咱台湾的历史上。最重要的一个时间就是1895啦。1895什么代志？就是台湾割予日本嘛。1895对台湾是一个真重大的代志。啊，伫1895之前的30冬，迄就是还佫清朝咧统治的迄30冬。最后这个30冬呢，台湾才开始有现代医疗对西方入来的地方。哦，啊，当然台湾古早的医疗就是咱传统的汉医，也是当机啦。吃草药啊啦吼，民俗的医疗迄有啦吼，因为汉人伫遮，啊，原住民嘛同款，原住民嘛有因家己的医疗方式啦吼。不过我即摆咧讲的现代医学，就是从伫1865较开始的吼。迄个时代就是安怎呢？大家拢知影西方的大航海时代啦，就是讲18世纪、19世纪吼，是西方这个航海术开始在发展啦，所以西方的国家拢开始四处在探险，啊在寻找殖民地嘛。咱知影上开始就是西班牙、葡萄牙，所以西班牙、葡萄牙、中南美洲真侪新大陆、非洲，足侪拢已发现。但西班牙、葡萄牙了就是荷兰，所以荷兰的海上足盛行的是荷兰人嘛来到台湾嘛，哦，所以咱会记得，讲荷兰人嘛伫遮占领差不多30冬的时间，啊，到尾荷兰人较去予郑成功赶走去嘛，哦，啊了清朝较甲郑成功去灭掉去，啊，所以台湾迄阵较去予清朝收入去放平。唔过，这张图就是迄阵的外国人画的台湾地图啦。啊，这张图上画，这张图就是马街画。大家拢知影马街嘛？咱就讲马街便宜。马街便宜是纪念马街起的便宜哦，唔是马街起的便宜哦。哦，马街有起便宜无？有，伫淡水，叫做街医馆。街医馆，即摆还伫咧。你若去淡水佚佗，会使去看马街留落来的便宜。唔过，迄间毋是叫做马街病，马街病是讲阿边个人呢，要纪念马街的贡献的是，较过起马街病，吼、哦，啊马街起个病叫街医馆啦，街医馆，
迄阵伊嘛是请一个英国医生来淡水遐咧替人看病，哦，即确定有甲伊讲着吼。你若看迄个时代的台湾地图真趣味啦吼，外国人咧画的台湾地图，因为迄阵无空照图哦，无空照图嘛，所以伊是船沿着台湾海峡，也是沿着太平洋咧开的是看着望远镜安尼看去画，即张还阁算画了足完整的。你若看荷兰人画的迄个台湾地图，有当时啊台湾是变两块岛，毋是一块岛，因为对西边看到落水溪，迄个出海口是真宽；对东边看到小姑峦溪，迄个出海口嘛真宽。所以因稳准台湾是中国一条足大条的河流，甲你隔开的。所以迄开始嘛画做两地啦，嘛画做两地啦吼。啊，当然即摆若空照图一看，知影讲无啦，中央还有中央山脉。啊，这是啥？这是阮高雄的基丁，一百几年前的基丁，就是一个小渔村啦，一个小渔村哈。但是迄阵的基丁叫做打狗，就是打狗、打狗、打狗。足侪西方的这个传教士啊，是医生，拢是对遮停留。啊，是安怎？因为咱知影清朝到尾啊，含遮个西方的国家修正拢证书嘛，逐边拍都拍输，逐边拍都拍输，啊，拍输了拢安怎？签迄落咱讲的讲不平等条约啦，不平等条约就是讲哦，开放通商港口嘛，因为外国人就是讲要向你做生意嘛。啊，过去清朝是闭关，足无爱向外国人做生意，啊，所以外国人就逼你讲，你爱开放啥物港口，我会当来遮做生意。当然，伫清朝伊家己的本土中国迄边，伊有开放真侪港口，但是台湾嘛有放开放的港口，就是打狗，打狗。打狗是一个迄当时的港口，所以因为这个所在开放，打狗变一个会当做生意的所在。恁今日去高雄佚佗，恁注意要去西雅湾的半路山顶有一个英国领事馆，英国领事馆，迄要去中山大学吼，即摆中山大学伫西子湾半路顶头，啊，先到英国领事馆，就是一百几年前清朝佫拍输英国的时。签一个不平等条约，开放打狗做通商港口，啊，就是这个港口英国人管啊，就对啦。所以英国人就是要设一个领事馆，派英国兵啊，伫遐顾迄个港。所以这个高雄港，伫一百四十年前、一百五十年前是英国人在管，所有的船只进出拢是英国的检疫啦、海关，英国的人伫遐咧顾。哦，啊，这就是迄当时的基因，就是生做安尼。第一个对英国来的医生，就是叫做 Maxwell， 哈 ，Maxwell， 啊，恁讲做马阿狗，马阿狗，这个医生是苏格兰，苏格兰有两间医院，一间叫 Edinburgh， 一间叫 Aberdeen， 这两间医院真要紧，就是讲，彼当时苏格兰的医学院的毕业生真多呢，拢去世界各地做这个医疗的工作。因为苏格兰相对英格兰来讲，苏格兰是较散、较散的所在，所以迄阵因若毕业，伫因的本国无足好个头路的时阵，因就拢去海外发展，去海外发展。所以对于这个苏格兰，这个 Aberdeen 毕业的这个 Maxwell， 伊嘛是予英国的教会甲派来担当，啊，伊就是第一个对基丁定律的这个英国医生。啊，毋过对基丁停留，伊是想要去台南做医生啦，因为啥喏？迄阵台南比高雄较热闹啦。咱平常讲的是建都伫台南的嘛，是伫安平嘛，吼、哦，停留的嘛。所以台南迄阵是一个首都啊，迄阵的首都是台南嘛。高雄只不过是一个小渔村尔啦。所以伊虽然对这个基丁起来，毋过伊是去台南想要做医生。第一遍开始去台南的时候，伊就是伫看西街遮设一个医馆，开始看病人啊，传教。医术真好无毋对，伊会共开刀，因为咱的汉医较少咧开刀啦，汉医无咧开刀啦。啊，即外国医生来开刀，哦，医术足好，啊，毋过咱的汉医吼足袂爽的，所以就甲散布谣言。好、哦，讲即啰阿多啊，外即啰洋鬼子医生吼。拢共摕心脏、摕肝、摕内脏去咧做药啊，就对啦吼。因为咱咧汉医的观念吼，动物咧内脏拢嘛咱摕来做药啊的啦吼，毋是干呐食药草啊，尔啥物嘛食嘛吼。啊，结果迄阵咧清朝的时，咱的祖先吼真排外嘛，
因为清朝迄阵都特别拢证书人，本来就对这个外国人无好感啊，所以就大家甲牵手头甲破西啊，无爱让伊遐做医生，要甲赶走就对了。甚至伊来的时当然有收一寡土地啊，伫伊遐斗照顾别人的，迄内底有一个叫 Pass， 迄个人就是高俊明的阿公啦，叫做高长，高长啦，哦，所以咱知影高俊明牧师嘛，捌听嘛吼，这是长老教会。伊台湾一个很重要的牧师吼，伊捌发表一个台湾建立一个新国家的一个声明。啊，伊的阿公就是对马斯威尔，伊遐做迄个敢若游击生的地方，伊遐咧斗照顾患者的吼。啊，因为伫台湾去用赶无法度，伊就退转去基丁，是安怎？因为基丁就英国兵啊来甲保护啊。因为咱拄则讲啊，英国人已经伫遐建立海关啊嘛，所以有派英国兵啊伫遐咧顾，所以伊转去基丁做。医生的时呢，都较安全啦，较袂危险。结果伊离基丁看病人就足成功啊，因为医术确实足好啦，所以对高雄的主营啦，甚至到屏东，甚至到台南，真侪患者就拢走对基丁来咧互看病啦。了，伊当然念念不忘，就是讲要去转去台南，所以伊总过第二遍，过去台南起一间病院，这间病院就是今日台南的新老病院，新老医院。咱只老台南的乡亲就知影，台南有一个新罗医院。新罗医院就是台湾第一间西医的病院，历史上久的。离开即马就大概已经有150年啦。哦，1865你个是哦，特别个150年啊的历史啦。哦，啊，这个马斯威尔伊去台南第二遍就成功啊，因为已经真侪人拢知影讲啊，这有效啦，这医术有效。伊要走的时呢？伊总甲伊基丁迄间医馆，佮交予一个英国医生。即个英国医生呢，好，即个英国医生真了不起。即个英国医生叫做 Manson，Patrick Manson。好，即个英国医生毋是传教士哦，伊是予英国海关请来滴。伊伫在地上看病，替英国人看病，因为迄个时代嘛，英国兵啊，嘛英国的这个海关的官员嘛，啊，因看病讲可能找咱的同志，无可能啊，英国人看病要找啥看，所以因家己请一个海关的医生，这个 Patrick Manson 就是本来是伊伫海关给人请的医生，啊，即摆 Maxwell 要去台南就甲讲啊，我这都有一间医馆，已经患者袂少啊，无你是毋是甲到看这个患者啦？啊 ，Patrick Manson 就好。伊甲这个医馆接起来，唔过Patrick Manson 是全世界最出名的，就是讲，伊是一个肉袋医学的专家啦。因为英国和咱是无同的这个温度，恁知影吼？啊，伊伫这个远东地区看病人，我计伊足侪病伫英国唔捌看过啦。啊，伊内底比如讲马拉利亚、疟疾，这肉袋疾病，哦，台湾以前的疟疾偌厉害呢？您可能未当了解，因为咱即马无疟疾啊，你知影无？唔过一百年前，疟疾是足恐怖的哦。您会记得咱有一年 SARS， SARS 迄年台湾死偌济人？ SARS 死偌济人？未记得啊啦吼。唔过迄阵大家口罩是买袂离就对啊吼，挂口罩挂到会惊死人是安怎？全台湾的口罩无够，搁进口的搁无够吼。但是迄边台湾确实八十个尔，2300万人死八十个，大家都惊破胆啊！你甲想看嘛？清朝的时代有偌济人口？我看你嘛是拢唔知啦。咱大家伫台湾数拢是还阁印记，虽然伫政治有诶拢博士班啊啦，但是若讲台湾历史吼，大家拢印记从那边毕业。清朝的时代有偌济人口？袂歹哦，各位人讲会出来哦。嘿，清朝的是你问清朝政府讲台湾多少人口，伊都印袂出来啦。因为是安怎？清朝是实施海禁，伊无爱予汉人来台湾吧？因为是安怎？郑成功伫台湾想要反清复明，就用台湾做基地，想要拍倒去清朝嘛。啊，当然清朝就要禁止人口过来，因为伊惊讲郑成功人愈济时，伊就废去。所以伊海禁是安怎？伊甲福建广东吼沿海撤退，
几十公里，就是讲外海迄几十公里袂使带人啦，就是无得把人偷渡嘛。啊，所以你知影咱台湾人的祖先吼，拢唔惊死的，拢偷渡的嘛，拢偷渡来的嘛。因为清朝政府是禁止来台湾的啊，啊，大家要来就是来偷渡啊。偷渡本来就真危险啊。啊，第二，咱知影迄阵的乌水沟，航海技术也袂遐好，以前要过乌水沟吼，也是真侪人伫半路就沉落就死啊。啊，过来一起来到台湾了，啊，佫两关都爱过，一关就是按原住民收啊收钱啊。你要占原住民的土地，原住民当然会让你收台嘛。啊，迄阵的原住民当然是出草的哦，害人的哦。日本时代都咧台啊，莫讲清朝的事，对无？恁会记得日本人嘛捌去予屏东遐的原住民台一摆，迄叫做牡丹事件。有一边一只日本船因为台风去予吹对迄个屏东的牡丹乡来啊，结果原住民拢甲台台掉啊。啊，台台掉，迄摆日本嘛派兵来，日本就是因为迄摆派兵来有登陆，发现讲伊台湾土地不止啊袂歹，你知道？所以以后日本开始想要占台湾，迄就是从迄个所在来的。啊，不管喏，咱的祖先要起来台湾吼，要过三关啦。拄则讲的，第一关过乌水沟，第二关含原住民，啊，第三关就是台湾地。因为你一起来到台湾了吼，去动不动霍乱，动不动鼠疫，动不动就疟疾，哎，传染病是一大堆就对了。啊，所以迄阵的医药也无发达啊，也无病院啊，也无医生啊，所以真侪人，人讲的吼，十条命草剩一两条尔啦。过乌水沟死一半，搁含原住民太太，搁死两三个啊，搁传染病母一个，搁死到剩无一两个。所以要过乌水沟，你若无剩半死的吼，无几个敢来的啦。啊，所以人搁讲一句讲，啊有登山讲无登山嘛，是安怎？无可能带查某人来吧？比如遐危险的代志，要来当然拢嘛是查甫人，啊，而且拢是啥？可能伫福建、伫广东吼，活袂落去，较会想要来遮讨趁嘛。所以人拢讲拢罗汉卡啦，罗汉卡。啊，所以要讲起来吼，咱台湾人的祖先吼是唔惊死的呢，唔惊死的呢。所以咱真奇怪呢，我常常感觉啊，迄落基因，迄 DNA 内底应该咱的祖先拢是迄落唔惊死的，真歹的呢，哪会即摆变遮温顺？遮善良、遮高义，啊，不侪人欺负，啊，唔敢反抗，哎，这真奇怪呢，哦，几百年前台湾人的祖先拢是海贼啊，若毋是做海贼的，就是迄啰罗汉卡，啊，都唔惊死的咧，啊，即款的基因哪会今日变甲安尼？恁敢捌想过这个代志？我是一八加一化大，我甲电脑讲是安怎要变翻是一八的，套回。啊，搁传飞毛族的，当然，所以咱真个血统内底吼，一定有原住民的血统有飞毛族嘛。因为啥？咱个汉人的祖先来拢是独生仔来嘛，拢查甫人来嘛。啊，查甫人来到遮，变个娶某，啊，当然含遮个人娶某啦，迄是一定的啦吼。所以咱实在一半以上是拢已经透原住民的血统飞毛族个啦吼。啊，这姑且不论，即摆要讲即个满身偌重要。曼森将这个基因的遗冠接起来了，因为伊常常看这个热带疾病，伊是一个最爱做研究的医生，所以就写足侪迄个医学报告，等于英国的杂志来发表出来。哦，像讲直接看到橡皮病啦，看到疟疾啦，看到啥物足侪英国人毋捌看过的病，啊，所以英国人嘛足趣味，相当。迄阵英国是要去全世界探险，要去找殖民地，啊，去到非洲嘛是热带地区。来到东南亚，不是干来台湾呢，伊嘛去印度啊，嘛去马来西亚，嘛去新加坡啊，所以伊对这个热带疾病足重视。拄好这个曼森足够研究，所以曼森到尾啊，伊最后去当去英国的时，伊就是伫英国设一个热带医学校。这间热带医学校到今还搁伫伦敦，还搁伫嘞。这间校叫做 Tropical Medical School at London。所以英国人甲称作热带医学之父，这是伊对欧洲的医学的贡献，这无重要啦。较重要是讲伊对咱台湾有啥物影响啦吼。有一天，李鸿章啦，李鸿章是迄阵清朝的宰相呢。李鸿章破病，伊的子吼生一粒足大粒的肿瘤，汉医束手无策了。因为我拄只讲汉医不要开刀了。
唔单甲叮当啦，啊上讲这温室的啦，生一粒遐大粒，啊李鸿章就到处旁听，哎呦，伫大到基金有一个英国医生，医术足高明，所以总叫人来甲请去北京。啊，这个满顺去到北京去看讲啊，啊，这都唔是肿瘤，唔是癌，不对啦，唔是癌啦，迄是囊肿啦。囊肿就是化脓，你知影？伊迄内底有囊，补囊啦，补囊了整甲整歪歪嘛，啊就真简单嘞，摕一个针头落甲插落来，插落了，迄囊甲引流出来了，伊就摕抗生素互食，抗生素迄就消炎，食了三天啊就好起啊，消去啊。哦，李鸿章惊一条讲，哦，啊你医术遮高明，啊你哪会无爱来阮清朝做医生？你住迄大沟，迄都无几个人口啊！迄小渔村尔，哪有意思？你来吼，李鸿章摕一张名片，讲你摕我这张名片吼，通行无阻啦。结果真正蛮顺吼，到迄个总去，伊去对，伊先去厦门，吼，因为对台湾当然一过先到厦门，厦门了伊去广州，广州了最后伊去香港啦，创啥？设一间医学院啦，这间医学院就是今仔日的香港医学院。这个医生改变中国历史，是安怎？咱拢会记。孙文就是读这间香港医学院的，孙中山就是去香港医学院留读册，了才转去革命。啊，恁会记读历史有一段，孙中山在革命的时候，伊嘛是海外四界闯闯啊，去募款捐钱买武器，通转去清朝革命。有一篇孙中山去到英国伦敦，去予清朝掠着。好不好，咱读历史讲伦敦猛烂啦，伦敦猛烂，创啥？因为迄阵清朝和英国是有外交关系嘛，伫伦敦有大使馆嘛，大使馆个人发现讲，啊，一块都通一块，扩起来了，本来就是要引渡倒去清朝，啊，当然就斩头啊嘛，当然是嘛，迄阵个四大寇，伊就是用通这边四大要犯的第一名的嘛，结果送入去，你拢有读过？康道理啦，有无？大家拢读过讲，伦敦门啊，啊康道理去救孙中山，啊康道理就是香港医学院的教务长啦。啊，迄阵呢，满顺就是香港医学院的校长。其实满顺含康道理，听着讲孙中山去予清朝掠着的时呢，因拼转去伦敦，因去甲英国政府讲，讲好，我这个学生是足优秀，你千万唔通予伊引渡倒来，搁要甲报出来。安尼救孙中山一命啦，啊救孙中山一命，这个改变中国的命运啦呢。这历史真趣味呢，你若甲想，迄阵若送转去就好啊，头斩斩的，今哪有中华民国？对不？那斩掉就无中华民国啊，对不对？啊所以哦，你要讲安怎，这满顺嘛甲咱害掉嘞，对不对？伊若卖去救孙中山，今哪有中华民国？啊嘛无过后壁的革命嘛无啊啦，哦唔知啦，这历史都唔知道。都唔知影怎停写，吼，这历史都唔知影怎停写。啊，所以你看，医生嘛会改变一个国家的命运。你唔通想讲做医生就无路用嘞，吼。结果，更加悲哀的，我要讲的实在是咱台湾人家己的历史是安怎。满顺嘛伫基金有一间医院，啊，台湾人无一个知，因为我无去查。哎，发现讲满顺离开了，医馆都搞啥？搞营销的。因小弟叫 David Manson， 结果了，佫交予一个英国医生，结果因为着要纪念 Manson， 因伫遐设一间 Manson's Memorial Hospital， 就是纪念 Manson 的病院 ，and Medical School 啦。除了病院，还佫医学院啦。啊，这个 Medical School 就是收台湾囡仔读医学。我即摆有找着讲，伊迄阵互遮个台湾囡仔，敢若恁咧上课了，考试有考卷，你知无？有考卷啦。考试了啦，有过吼，佫发证书，发医师证书啦，迄证书佫有伊个签名啦。可见讲140年前，咱台湾囡仔就用英语在读医学安尼。啊，迄阵香港医学院还袂出来，伊较慢开始说香港个，但是人香港医学院留到今仔日，就是今日香港医学院。啊，咱台湾第一间医学院全无去，变着物嘛拆无去啦。但是我拢有伤吼，有伤吼，这就是迄阵个病。基金啊，这块岛大家知影嘛？你若去高雄港佚佗就会看到，这就今仔基金啦，叫一个灯塔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已经便宜，而且无去啊，
吼、哦，啊，这工程，这即摆的工程，迄当时的病院，诶、欸，这毋是细菌呢，未细菌咯，吼、哦，啊，佫风景水，啊，对面这边就是英国领事馆，遮出海口啦，恁进人去高雄港看就知影，这出海口伫遮，啊，这两块岛嘛，两块岛相像。所以真可惜，都讲台湾人吼，第一间银行伊全部去，全部去。所以咱即摆人咧讲台湾第一间，拢讲对日本时代去啦。啊，其实这是日本人还袂来以前，英国人就伫遮已经收台湾囡仔读其他培养白酒以后嘅人才啊啦吼。好，啊，佫倒转来看台拄啊 Maxwell 嘅一挂相片就好吼。即、這个人就是对 Maxwell 世界与台湾。因为 Maxwell 来嘛是安尼，拢会去病埔族的所在替人看病，器官住院的所在替人看病，所以伊毋是干那伫基隆同台南做医生尔，伊伫南台湾行真侪所在。啊，这个 Pickering 就是一个探险家，伊拢倒伊去，所以甲翕足侪相啦，无咱今日无多。啊，伊当伊又阁有出一本册，叫做《Pioneering in Formosa》嘛，就是讲伫福尔摩沙探险记的地方，啊，迄内底就是有相片。所以较知影讲，这就是伊当时的基丁的相片，啊，这就是第一间伫基丁的病院，即摆嘛无去啊。所以我常常讲，台湾人无历史就是安尼，咱家己上重要物件拢无去啊，拢无去啊，跳跳跳，跳跳跳，跳跳跳，吼，拢无去啊。啊，这是第一间伫台南的医馆，啊，这是第一间的伊的去的病院。迄当时这个三站楼啊是全台湾第一高楼，咱即摆101。但是一百几年前台湾第一栋楼啊，就是新楼平三站尔，阁有流楼，吼、哦，叫一条 elevator， 旋转要吊病人，有当时啊吊入去开刀房的吼、哦。这台湾第一座的流楼，含第一座的这个病院，啊，即摆这今仔日的新楼病院了吼、哦，啊，这马斯威尔规家伙啊啦吼，伊的囝嘛伫遮做过医生啦吼，哦，啊，即摆就是讲到曼索，哦，这就是考试的地方，啊、哦。伊的一寡医学报告和考试题目，吼、哦，你甲看 ，Manson Memorial Hospital and Medical School 啦 ，First Professional Examination， 第一次专业考试，啊，咱当年就是解剖，所就是外科，我即摆拢叫伊阿爷先讲来这题目做看卖，这一百几年前的试题，即摆过来考一下看卖咧，吼、哦，那真心笑哦，吼、哦。接下来，要简单讲是安尼，就是讲伫清朝不要去三十年吼，拢总有超30个外国医生来到台湾做工作啦吼，有啦。大部分对英国来，但是嘛无全部拢英国啦吼。马街，马街对对啦，马街是加拿大的人，唔过马街要读新南医的时嘛是去英国留学，所以嘛是苏格兰。所以台湾吼，爱来向苏格兰吼结一个啊缘的啦，不难讲。因为伫早期，即一百几年前，苏格兰和咱的互动足密切的呢。啊，而且苏格兰嘛要独立呢。最近英国咧讨论要苏格兰投票，看伊要独立不独立吼。马街嘛是对基丁起来，啊，对基丁起来的时，当然都基丁和台南拢有外国医生伫遐咧做工作，所以教会就讲，安尼你去北部啦。啊，所以马街就来到淡水，因安怎来？是阵啊，行路，吼、哦，行路。咱迄个时代也无铁路啊，也无公路啦，就是咧行路，啊无轮渡船安尼尔，吼、哦。你著看迄当时咧行路是安怎行，浅草鞋啦，浅草鞋吼、哦，啊后壁就是对一寡伊的徒弟啊，啊请原住民替伊扛物件就对啊，啊这个扶手的是马街啦吼。哎、哦，怎、欸、啊？阮行几日咧？阮一日要行十几点钟咧。你去读马街的日记，马街有写日记，伊拢会写讲哦，啊，行啊堆，啊一堆客栈休困，迄古早咱的旅馆就对，迄旅馆是设备有够老的就对啊啦，吼，内底是垃圾洗手房啊、灯啊，安尼还袂叫好吼，杂物一大堆就对啊吼。迄阵台湾的公共卫生等于无公共卫生啦，因为啥啊？清朝的政府他有可能摕钱来台湾做啥物公共卫生，吼、哦，化外之地啊。恁会记得哦，李鸿章拄则讲的这个宰相，到尾啊清朝嘛，佮日本相台，佮台苏，所以就是讲1895要甲台湾割予日本的时，迄叫马关条约嘛。你签马关条约的时，李鸿章也是日本人讲哦，台湾
鸟不语，花不香，男无情，女无义。啊，你就不能来遐爱啦？即款就感觉化外之地嘛，就是意思讲哦，啊，我都不爱啊，你要爱就好你去就对安尼啦吼。当然，咱肯定会讲到底迄句话是唔对啦吼。啊，不过你看，迄当时一个外国医生要来台湾看患者是偌辛苦呢？唔是像即摆出门，各乌头车人坐，哈，各有捷运，各有啥物无啊？出门是走路呢，走路只要走几十公里，几十公里，安尼一钟一钟，一步路一步路去咧看病人呢，吼，迄毋是简单个代志。但是马街吼，足够蛮水气。所以我常常讲，马街是台湾第一个泌牙医啦，吼，泌牙医，因为伊无牙科医师的执照，毋过伊足够蛮水气个。蛮贵气，蛮两万贵气，伊伫台湾蛮两万贵气的水气吼，啊不但家己办，搁训练伊的学生办，吼、哦，这伊的学生，吼、哦，埃及蛮水气的气，搁伊家己发袂过，嘿，啊，伊的鸡翅头啊伫遮，鸡翅头啊伫遮，吼、哦，嘿，啊就是吼，伊都哪团教，哪蛮水气，啊叫大家唱歌，啊就看你有。对脾气、喙齿袂顺，甲你办掉。啊，当然，迄阵其实马街毋是医生啦，马街是一个传教士，是一个神学博士。毋过，伊伫读神学院的时，伊有去医学院上课，听一寡医学的课，因为伊拢知影讲要来到这个所在，无捌一点仔遗憾吼，含家己的性命都不保啦，毋是干那讲吼救人啦，你知无？所以，这一开始你毋通讲我即摆安尼讲轻轻轻松的。迄三十几个来台湾做医生的，才会外国医生，大家嘛叫马拉利啊，好袂着，阿爸嘛会着，咱嘛会着伊啊，对不对？大家嘛着着，拢险死，阿嘛死过来哦，唔是讲险死，足侪外国医生死伫台湾，无人要甲纪念，无人知影，吼、哦，三四十岁就死伫遮，就是有那传染病的关系。马街是带台湾母哦。所以其实马街的后代拢台湾人啊，是你唔知影尔，伊无甲你报名报姓，讲因公啊叫做马街尔。马街的太太吼，你看这张较袂准啦，看这张就准啦。这某呢，因某是台北县五股的人，五股叫做张聪明啦，张聪明。啊，所以生出来拢台湾囝，拢台湾囝。咱今仔台湾的原住民吼，本来以前咱拢讲高族。啊，后来第十族是啥物族？哥玛兰族，哥玛兰族，即摆有一族哥玛兰族。哥玛兰族就是对阮宜兰一直到花莲的海边吼、哦，散布伫遐。啊，创啥？足侪拢马街的后代，因为你较注意哦，迄哥玛兰族足侪人拢姓街，街，迄是街，姓街。啊，刚才我拄则讲，伊伫淡水说的叫做街街医馆啊，街医馆啊，你知影无？吼、哦，所以真趣味，马街的种是也伫台湾的啦。这是第一间的什么病？马街病院啦，这就是中山北路，中山北路上古早的马街病院。淡水是搁较后壁较搁起的，吼、哦。纪念马街人伫中山北路起的马街病院。啊，恁若去马街病院，伊内底有一个纪念馆，吼、哦。马街真要紧，就是安怎？其实马街毋是干呐传教，毋是干呐救人，伊。淡水说一个接医馆，伊嘛对英国请一个医生来遐替人看病。迄、那个医生医术嘛足好，迄、那个医生叫做 Dr. Ringo， 林格啦，林格 ，Dr. Ringo， Dr. Ringo 嘛写足侪医学报告，伫英国的杂志，嘛发现足侪台湾的寄生虫。啊，但是马街佫较重要是对教育足够。咱即马淡水有一间真理大学，真理大学以前叫做淡水工商学院，淡水工商学院佫较早。其实就是马街市的牛津学堂啦。你去真理大学近代底有一栋建筑，叫红砖红砖啊厝，顶管写 Oxford College， 迄就是牛津学堂。啊，就是英国的牛津，伊个创一个牛津学堂伫台湾。但是牛津学堂爱注意哦，即嘛足有历史意义。伊是台湾第一间予查囡仔读册的学校。清朝的时代重男轻女嘛，查囡仔袂使读册。所以清朝时代无人查囡仔读过册，是马街设这个牛津学堂了，招收女学生啦、啊，招收女学生，叫淡水女子中学、淡水中学、淡水，即摆有护专，
即马阁有马偕医学院，啊，阁有真理大学，所以马偕对台湾的教育有足大个贡献，有足大个贡献。啊，而且马偕设立的教堂超过100间，就你著知影讲，伊行外宽就对了。迄毋是干呐台北县市尔，行到新竹、苗栗、东平，行到宜兰，行到花莲，伊拢建立教会，建立教会，啊，拢伊学生一直安尼传教传教，所以规个北台湾的这个长老教会系统。拢是对马偕看的，所以伊的贡献真大是这个部分。过来第三个，我讲这是拢较出名的啦，啊，其实无出名的就是第三站，第三个就是拉医生，因为伊的英文名叫兰什么，拉医生。拉医生过来了，我教会讲，啊，都北部有人咧做，南部有人咧做，无你去中部嘛，所以就是去中华大中。附近去做伊个医疗团队个工作，最后伊就是设立中华基督教病院。中华基督教病院有哪有真感动人个故事？这就是哪医生，嘿，张基，这患者迄阵开刀，哦，啊，这拢伊个学生，所以迄阵已经拢真侪台湾囡仔对这外国人咧做医疗个工作啊。哪医生上出名个故事就是。The Ben Heck Show is brought to you by Element 14. 这就是上早的中医。这张图就是在讲那医生一个真出名的故事。有一天，伊看到有一个囡仔，这个皮肤拢烂去啊，啊烂去都要补皮嘛，要做皮肤移植。迄个时代无人工皮肤啦，啊变喏，总把某的皮刮落来，这是太太，把某的皮刮落来补咧这个囡仔的身躯顶。我即摆伫医院医生了，问咱个医学生讲，你会甲你某个皮挂起来补咧病人身躯顶？若肯会举手看卖？哦，无人敢举手。到尾有一个学生举手讲，老师，我想要挂，毋过阮某无法挂。啊，所以你就会了解讲，迄外国人毋是干呐医生家己足疼患者个，含太太嘛足方便，对无？对病人要有帮忙的是，含太太嘛，医生啊，陪挂入来，哦，补咧囡仔身躯顶。啊，这里台湾的医疗是做出名，叫做切肤之爱，切肤之爱，哦，就是讲切皮肤的爱，哦，所以这就是中医真出名的一个故事。所以那医生伫中华，人嘛甲当作是祖妈做的，哦，足疼惜患者。哎，我这台佫无啥灵光。这就是小兰医生，很多迄个老兰医生，这个小兰医生就是因囝啦，因囝嘛是搁留伫中华做医生，所以因爸仔囝两代吼，伫中华拄好服务超100单，伊要照顾台湾的患者吼。啊，这就是我拄则讲，有真侪外国医生吼，拢伫台湾即块所在方面。这个小兰医生吼，一个故事真感动。小兰医生做到差不多80几岁要退休啊。啊，伊就想讲要转去英国，吼、哦。啊，迄阵中医的工作人员大家都无款，因为小兰医生是伫台湾出世的啦，啊，伫台湾做医生嘛，所以其实伊伫英国也无退休金头领。啊，因老爸含伊都伫台湾住几百年啊，所以大家即个工作人员想讲，啊，伊转去英国也无收入，都大家无款，找200-300万的债权，讲要回转去做退休金。结果伊把这个钱拢捐予中华基督教会。伊讲我和阮老爸吼，足感谢上帝，予阮有机会来台湾奉献100单啊，照顾台湾的患者。啊，阮感觉，逐项拢无欠亏啦，生活足满足的。但是你要注意哦，伊和因老爸两个拢做院长，领的薪水是领牧师的薪水，毋是领医生的薪水。牧师的薪水当然比医生是加足少的。啊，因为伊有牧师的身份，也有医生的身份。不过，伊讲我即摆要离开台湾，我敢若有一个疑问：，先我来台湾的医生哦，拢感觉钱无够用。因为先啊，伊讲我做院长，啊，定定咱的医生哦要出去开业，啊，伊拢会要甲闹嘛。伊讲啊，你是感觉病院规模好啦，哪会要出去开业？伊讲台湾的医生拢会当讲哦，
病医足好啦，咱中华民族个病医是足好，但是吼，我都要赚较侪钱个，吼、哦，我伫处理开药，因为我囡仔大汉啊啦，我家庭有即个需要，所以为着要赚较侪钱个，所以处理开药。啊，所以即，那院长感觉讲奇怪，啊，医生拢领比伊较侪薪水啊，啊，伊都拢感觉钱有够用，啊，替台湾个医生拢感觉钱无够用安尼啦。咱就爱去反省。啊，是看台湾的医生，我感觉钱无够用。哦，啊，人一个外国医生，病仔囝两代，一个月领5-6万块，都咧过日子啊。啊，人佫常常摕钱去咧帮忙送车的患者。啊，人我拄着讲，我咧学医医师。啊，毋过若台湾的医生哦，一个月领30万，还佫嫌伤少啦。我若甲减5000块哦，好毙命嘞，差不药刀啊要来甲我堵嘞。我你讲，啊，像我台湾的医生，拢感觉钱无够用。哦，咱的医学教育其实也是有足侪咧翻身的所在。哦，我当时啊常常想讲哦，最好台湾的医生饿死。是安怎你知无？医生若会饿死，就会结冰啦。哦，医生让伊去塞计程车，让伊去做拖水工，让伊去做迄落清洁队员哦，伊就知影会结冰啦。台湾的医生若要结冰，台湾较有救。对不？拢读甲上好个，啊，拢迄落考试拢第一名个，啊，联考逐项拢第一志愿个，啊，即阵人毋结冰，台湾免落去。哦，啊，所以最后医生饿死，饿死，你知影无？饿到讲想要造反，台湾都有希望。啊、好啦，啊，1895，台湾挂好日本去啦，日本人要来故事嘛真济个吼。咱会记得呢。台湾是毋捌独立的，日本若要来的时，台湾若有做一个台湾民主国，敢毋是？有啊，啊民主国讲要抵抗日本啦，啊毋过，遐全台湾拢无路用啊，无一礼拜走了了，啊走了了，剩只台湾的民众，得阁倒菜刀，就爱向日本兵拍游击战，因为咱若无正规军嘛，啊清朝遐官员走啊，逐个选啊，啊咱这民众也无组织，也无武器啊。啊！日本军是啥物军？日本军是迄个时代亚洲上强的军队呢。你要看看，因为日本打赢满清了，日本佫打赢苏联啊。日俄战争的是日本佮苏联打倒了，日本比东亚上强的国家。所以日本派来的正规军76000个，对对停了，对对停了。台湾历史对对停了，日军对对停了。动摇，吼、哦，部队啦，吼、哦，咱迄个北海岸，吼、哦，北海岸，对共僚部队登陆，啥物人甲带入城？无迄个人嘛，所以想讲高价今仔日享受荣华富贵，高价伫日本时代就享受荣华富贵啊，因为伊就是带日本兵入台北城的啦，啊，你若换国民党来，佫带国民党，所以。不管什么政权，伊拢咧荣华富贵啦吼。所以吼、哦，台湾人若无家己了解家己的历史，是真悲哀。即摆即无要讲遐，即摆讲，结果日本兵一起来，含台湾人小战，战死几个？战死100几个尔啦，受伤的500几个，毋过破病死的咧。哦，一起来死4000几个，日本人惊死啊！是安怎会破病死遐多？啊，都一变马拉利亚都死几刷平的。一片祸乱鼠疫，就死几山平啊！你知影？你还知呢？军队拢是壮丁呢，拢是迄啰上身体壮壮的少年家啊，结果就袂毒嘞。死4000几个了，就不能抓着，你知道？因为爱送等于就医20000几个啊。啊，你一工拢倒几千个，一冬倒几千个，啊你啊日本人迄阵也无便宜啊，啊变安怎？啊再佫用船送等于日本。哦，日本人惊死啊！讲原来迄阵李鸿章咧讲的对呢，台湾不是人住的所在啦，男无情女无义咧，对不对？鸟不语花不香，迄个所在是变大人啦。迄阵日本人甲我讲啊，夭寿！原来李鸿章咧讲的是讲哦，根本迄个无适合恁日本人住啦，恁去遐要哪生活啦？你知无？啊，结果日本政府变喏，恁敢知影？日本国会总正式提案讲哦，要甲台湾卖掉啦。讲啊，即地卖，即地卖，占即地，计死的，你知影无？啊，派兵啊去，啊，台湾人也
袂烧台啊，凊彩嘛扫落下都扫脚脚，唔过碰着破皮，你就无布啊，你知影无？日本人提案啊，伊咪安那破皮死的是正死的四十倍啊，所以日本人正式是国会提啊，讲哦，别甲台湾袂听，你准备表啥，你知无？法国，法国，恁会记得？日本人还袂占台湾以前，法国人嘛咧笑死，所以法国人派船兵来到基隆的外海，清朝嘛和法国拍一阵啦，伊叫做侵华战争。侵华战争，清朝拍赢咧，迄摆是刘铭传啦，刘铭传拍赢法国人，把法国人赶走嘛。所以法国嘛真唔甘愿，啊，听着讲日本要卖，哦，法国人痛到你知无？出价出偌济，你知影无？迄当时的日票一亿啦。迄阵实在讲，若比法国就好啊啦。艺术都阁无同啊，对无？迄阵若比法国，哎，唔是讲咱阿公会晓讲法语，真浪漫啦吼。主要就是讲，迄阵若比法国，你甲想起台湾变安怎？无啦，台湾独立嘛啦，台湾早就独立嘛啦，你甲想。日本人若袂用法国人，法国人统治台湾，毋过到二次战争煞咧，所有欧美国家的殖民地拢独立嘛。印尼本来就是法国的殖民地，越南本来就是法国的殖民地，独立嘛。新加坡本来是英国的，马来西亚是英国的，印度是英国的。二次战后，欧美的国家伫非洲的所有殖民地拢独立，东南亚的殖民地嘛拢独立。所以你若讲迄个时阵，台湾是予法国，加早就独立嘛，无人搁咧讲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啊啦，非常好，真衰，是安怎来无比予法国？您讲听是安怎来无比予法国？无啦，刘铭传嘛酸啊，迄阵台湾民主国酸啊，大家拢酸啊，什么秋红茶啦，刘铭传到尾拢酸倒去啊，结果是安怎无去比予法国？搁予这个医生害着啊！所以医生常常改变台湾的名号，这个医生就是一个日本军医啦，叫做后藤新平。后藤新平在台湾历史是一个足重要的人物，有要注意。伊阵就是对日本军队来到台湾，要占领台湾的时，伊就是发现讲，哇，啊台湾的传染病遐厉害，所以听着讲国会要甲台湾卖掉，伊从上书。日本政府，伊提出一个口号叫做啥？伊讲哦，咱要占台湾，都要用生物学的统治啦，唔是武力的统治。伊讲哦，台湾也无啥物武力可能对抗吧，无需要派军队啦，派啥够有路用？派医生、派公共卫生的专家、派传染病的专家来就好啊。迄叫做生物学的统治，生物学的统治。结果无想到，讲日本政府竟然采纳伊的意见。我安尼好，你遐个讲，安尼就派你去，总任命后藤新平做台湾的民政长官。你来注意，民政长官就是今日行政院长啦。因为带军队来占领台湾的叫做总督，啊，总督就是今日总统嘛，所以咱咧是总督府啊。咱即卖总统府是较早日本时代的总督府嘛，但总督是军人。啊，所谓内政就是交予民政长官，就是给行政院长。结果选任命后藤新平做行政院长啦。哦，后藤新平做足侪代志个啦，但是上重要，伊第一样代志做啥？伊虽起一间病院啦，因为说伊伫要甲患者送倒去日本，这毋是办法吧？所以起一间病院，迄间病院开始叫做大台北病院。大台北病院就是要替日本人看病的哦，还阁毋是要替台湾人看病的。干那只日本兵和只日本官员就几落万人啊，看病就是大台北病院看病。大台北病院就是今日台大医院，就是今日台大医院。大台北病院一设立，过来第二项代志就是讲，爱紧培养医生嘛，因为当然大台北病院一开始就是对日本调医生来，调护士、调会计、调有这些书，啥物规间病院拢日本人在替日本人服务。但是当然，后藤新平有想着讲，啊，你无培养台湾医生嘛，袂使，因为台湾人破病，大台北病院无要替你看，你是二等国民嘛，所以总比大台北病院附设一个物件叫做啥？
叫做台湾土人医师养成所，不用台湾的人做医生，但伊叫做台湾土人，因为日本人是统治者，伊是殖民者嘛，伊讲恁这种土人，你讲啊，伊想讲迄阵台湾拢原住民，也是平埔族的，台湾土人医师养成所。啊，毋过即间台湾土人医师养成所，就是今台大医学院。所以我常常讲啊，考到台大无啥物了不起啦，土人医师尔啦。土人医师养成所，到尾啊，佮改做总督医学校。你佮注意啊，总督医学校1899呢，啊，1895顶六，1896就设大台北病院和土人医师养成所。啊，土人医师养成所不杀医疗，伊可能是讲这培养医生有人唔通安尼清清菜菜，因为土人医师养成所就佮他补习班嘞，伊叫你来教教嘞，就互你做医生。后来伊讲安尼袂使，这医疗教育嘛是爱较正式嘞。还要改做中东物以后，啊，中东物以后到尾啊嘞，变做医专，啊，医专了，佮变地方大学医学部，啊，这就是今日台大的前身，今日台大的前身，吼，啊，所以土人医师养成所三年尔啦，迄歹势甲下载，因为下载咱嘛感觉足无民主的，因为土人医师养成所，吼，将咱当作上面土人的地，啊，我觉得是日本人一开始后藤新平就是安尼母的，本来咧，伊虽对日本调一批。公共卫生的专家和这个传染病的专家，怎啊？伊做台湾的传染病调查，马上调查展开这个传染病的扑灭。后藤新平的贡献足大，就是啥？伊搁做人口调查。我拄只讲，清朝唔知台湾有偌侪人口，偷渡的嘛，伊也无得证据啊。但是后藤新平就是第一个，伊台湾做人口调查的人，所以后藤新平迄阵调查台湾就是300万。诶，拄只讲的对无？300万啦，清朝最后台湾都是300万啦。这是后藤新平的调查，后藤新平搁做啥？台湾的土地调查，到底台湾有偌侪土地？清朝嘛答未出来，就是日本政府后藤新平开始。所以后藤新平这个人是一个足科学，伊受过足好的医学训练，所以伊对人口、土地，因为安尼伊较有法度去编预算的。你一个政府要施政。有偌侪人口，有偌侪土地，无你要怎做伊个施政计划？所以后藤新平是用医学个角度伫治理这个政府，但是伊是非常成功，伊一个民政长官。所以伊伫台湾做民政长官的任内，台湾突飞猛进，所有现代化的基础拢伫伊个手里完成。所以唔是讲医学教育尔，其实伊啊，这就是迄当时，啊，这就是现在台大医学院，哦。这中山南路啊，这条仁爱路，哦，这就是今日台大医学院。这建筑物还阁伫咧，你进去台大医学院看，有一栋迄个伊个医学博物馆，阁留落来，就是这栋建筑物。上重要就是这间大台北病院，这就是台大医院旧个，这长头街嘛，这个新公园嘛，吼，即马叫做228纪念公园啦。诶，这间建筑物100几年前起这个建筑物。迄阵是东南亚上水的病，东南亚上水的病，所以后藤新平这个人雄才大略，伊一开始伊就讲，伊要甲台湾建设做全东南亚上好的一个所在，所以伊叫来医生拢是日本上好的医生，伊去的病院比日本的病院搁较水，你得要去看日本的帝国大学，你讲东大啦、北海道啦、啥物京都啦，无台大的水呢。那100年前啊，台大病院较水，就是做足好个建设个基础。而且，你看迄阵即种个建筑物，这是百几年前哦。后藤新平这个人到尾啊创啥，你知影无？这个人到尾啊伫台湾，因为治理了足成功，所以日本政府个重用。日本人怕日俄战争之前，先占领东北，占领东北个时。后藤新平吼调去东北做铁道总裁，铁道总裁要创啥？伊去铺西伯利亚铁路。你要用苏联修正，冰天雪地，你这个后勤的补给，你若无铁路，你军队无法度修正啦。冰天雪地内底，你甲看，所以这人真厉害。伊去铺西伯利亚铁路了，日本刚刚发动这个日俄战争，日俄战争打赢，后藤新平阁吼调动去日本做啥？做交通大臣。交通大臣就是交通部长嘛，伊做交通大臣了，伊差一点仔做首相，
伊个政党伫即个主阁输去，输去伊总出来竞选啥？伊做东京市长，所以洪水新平做过东京都的市长，东京都。所以你有查讲，伊伊日本是一个第一流的政治人物，做过足侪重要的职务。后来每一个日本的总统，若要来台湾就职，拢会去甲拜访，因为日本是大臣啊啦，是元老啦，拢会甲讲哦，我即摆要去台湾做总统，唔知你有啥物建议？后藤新平有讲几句足重要的话，伊讲要统治台湾真简单啦，因为台湾人哦爱钱惊死，佮爱民主，因为我要统治台湾，你针对台湾人这三个弱点，你就通行无阻啦。爱情、家世、爱民主，这是一个日本医生对台湾民族的诊断。我唔知这个诊断恁感觉有对无？到今还佫正确呢？到今还佫正确呢？哦，一百几年前人就甲咱诊断出来啊，讲咱这个民族爱情、家世、爱民主。咱今仔日伊阿面，我问阿咧，伊阿先讲，啊，咱家己的诊断是啥？有法度跳出这个诊断无？那这是一个哦，互咱真心情感觉真矛盾，唔知要安怎甲形容的统治者啦，吼、哦。一方面，伊对台湾的现代化有足重要的贡献，吼、哦，台湾的病院、台湾的医学校、台湾的铁路、啥物地下水道。台湾的都市计划、台湾的传染病，拢伊的手中捂起来。啊，不过一方面，伊对台湾的政策真残酷。哦，到今为止哦，国民党来嘛是照伊的指示在做啊。爱钱嘛，啊都互伊好做嘛。爱民主，官好做就好啊。啊，惊死抓来关呀，要反共就抓来查呀，抓来关呀。啊，这三招就甲你治啦。大家好好的啊，吼、哦！日本人用的高速，国民党嘛照用啊，啊，拢还搁伫洪水新平的指示之下，台湾人也无法度跳脱这个统治者对咱的这个治疗的方案的地方，吼、哦！啊，所以这洪水新平这个人，吼、哦，有当时啊，你唔知要怎讲。好，这个大台北病院既然是在替日本人看，啊，即摆伊让伊说对啊。啊，咱的医学生读读读，读到要毕业都要实习吧嘛？实习要做实习，要去大台北病院实习，无咯？你这同仁医师，日本人来叫你看病，我是统治者，啊，你是被我殖民的二等国民，你的医生嘛袂使甲我看病，唔好你看。所以为着要让咱的医学的前辈实习，全部去起一间病院，叫做赤十字医院。赤十字医院，顾名思义，就是红十字会的病院。这就是一间平民医院，这就是要甲台湾人看病的病院，啊，要予咱呢医疗先实施的所在。所以这间病院对咱真重要，就是讲，这是台湾第一间咱的总统府的医疗比较先要实施的病院。这间病院伫倒？即卖中央病院啦。唔过，迄阵地点是啥？就是给咱去锦湖门门口过去国民党中东部，会记得无？国民党中东部即马变做啥？张荣华基金会无唔对。国民党中东部，国民党接收了，就是从这间赤十字医院，刷去市立中心医院，台北的市立中心医院。结果这间赤十字医院，国民党接去做中东部，就是让中东部遥遥相望啊。迄阵中东部看出来，锦湖门，锦湖门头前就是中央党部。这个中央党部就是到甲阿扁啊做市长的时。国民党甲翻起来争取，起做大楼，起做大楼了。听讲啦，国民党风水全败落啦。吼、哦，本来是两层的日本厝，败落了，国民党中央都无刷去八德路嘛，啊，从中央变做张荣华。吼、哦，所以阿扁也毋知是毋是有人高人甲指示的地方吼，讲遐甲拆开去伊就倒啊。但是我若徛伫台湾人的观点，我是感觉讲。这个病院应该会保留啦，无意义无跳掉啦。这就是咱的古迹啊，这就是咱的古迹。就刚才我讲的，啊，嘿，基金迄间也拆无去啊，日本人这间也拆无去啊，就是讲，因为咱台湾人真重要的物件，咱拢唔知通甲留去啦。哦，这就是台湾的医生上早开始看病人的所在啦。哦，结果今嘛无去啦。
啊，即总统府的第一个校长吼，即拢日本人，即第二个校长，第三个校长。毋过即几个校长真重要啦吼。即、這个高木有之，伊毋是来做医生的，伊后来无做医学的校长，伊做啥？伊做台电书社会社的社长，就是给台电的董事长。日本时代就是开始对台湾铺电力，即、這个人是上重要的贡献者。日月潭水库就是伊起的，水利发电就遐开始。你想去台湾所谓高山背山，拢有发现足侪迄落电报条是木头的，柴的电报条，迄拢伊栽的落去，拢伊栽的落去哦。所以伊是予台湾的电力的发展上重要的一个贡献者，魏医生哦，魏医生哦，啊伊做过台电哦，所以日本时代台电就足用啊，电到咱即摆台电真差劲啦，讲起来哦。是差异足侪个啦，啊，即几个校长呢，拢对台湾的学生真疼惜。咱知影呢，咱即摆咧讲台语，啊，咱细汉的时候，若伫校讲啥物讲国语，就咧处罚的吼，叫你袂使讲方言啦吼。啊，毋过若是本时代讲语是啥？是日本话啊，是日本话啊。啊，所以咱的校年学生伫校若讲台湾话，日本政府嘛是咧处罚。所以国民党政府、日本政府拢共款啦，即个拢外来嘛，所以伊就是要叫你讲伊的话。啊，不过即个日本人的校长，伊真疼学生。日本政府要处罚，伊拢会去甲学生报出来，就讲我爱甲处罚即个学生啦。所以即个学生内底到尾反抗日本人，足出名的像周文水，周文水嘛是中道府以后的学生啦。伊用掠去关的时，即校长拢会去甲看，甲报。啊，所以即几个校长是算。有良心的日本人的校长啦吼，啊，特别要讲到即个多聪明的故事的是，总统会以后，台湾囡仔去读册，毋过你要注意哦，迄阵的台湾囡仔是小学毕业就读总统会啊，因为迄阵台湾还无初中嘛，还无高中嘛，小学尔嘛，日本人起来就先上小学。小学叫做国语学校啦，啊，国语学校就要叫你学一句呀，叫你学一句呀。啊，小学毕业，啊，总督府医学校就是最高学府啦。所以，咱以前的其他的前辈是小学毕业就读医学院，啊，医学院读几年？总督府医学校读几年？无啦，迄是土人医师，较做三年啦。总督府医学校读五年啦，算较好一点啦。啊，毋过读五年嘛，高中还袂毕业的啦。对不？小学毕业读五年，那教进贡是高级的毕业了，毕业之后就做医生啊嘞。所以我进去医院上课，我拢甲我学生讲：，你妈咧苦苦，搁伫遐咧度孤啦，搁伫遐咧食物件啦。大学生，那日本时代你拢大医师啊嘞，你不是大学生嘞，对不？高级出来就咧做医生啊，拜托个，周伟水嘛是安尼，杜聪明嘛是安尼嘞，你甲想看嘛，杜聪明总统府以后毕业。伊想要留学，因为伊爱做研究，结果伊要去日本留学，因为台湾也无大学啊，迄个时代也无研究所啊。啊，你要去日本读研究所，哇！日本的研究所是大学比较先进的，因为日本本身小学毕业，佮有中学，佮有高等学校，较大学，大学比较较读研究所啦。啊，所以日本的研究所，大家听到讲台湾的总统以后比较先要来读书，会接受无？无人要接受嘛？啊，你这程度都无够嘛？你都无读大学，高中都无毕业，你是要怎来读我的研究所？所以无人要收呢。啊，就是咱拄则讲，这个校长，因为伊拢是日本教授嘛，伊有一挂同学伫日本的大学内底咧做教授，因就一直写批哦，因的同学讲哦，我这个毕业生足优秀，是不是给伊有一个机会试看卖？一直找找找到到尾啊，惊到地大。有一个教授，迄、那个教授讲，好啦好啦，无啊，试看卖啦。伊人校长就安尼一直讲，所以我杜聪明去。结果无想着讲杜聪明去，伊含迄日本的大学毕业生做读研究所，伊煞第一名。第一名啦，啊第一名论文交出来嘛，写了之后，啊这日本教授开始讨论，啊到底是要博士学位给伊无？哦，到尾给伊一个博士学位嘛，所以轰动全日本。不是轰动全台湾尔啦，因为杜聪明是台湾第一个博士，不管什么领域，无人有去过博士，伊是第一个医学博士，
嘛是第一个博士啦。伊摕到这个博士，当然全台湾轰动啦。但是全台湾轰动无遗憾的，是全日本轰动较有遗憾，是安怎？日本人我见讲，夭寿，啊来再一个殖民地高囡仔，高中都无毕业，结果来到咱遮，煞读赢咱的大学毕业生，第一名。所以日本人对大聪明是足佩服的。咱也知影咧，日本人有优越感。迄统治者拢有优越感嘛？伊感觉你这是二等国民咧。日本时代台湾阁有一个最优秀的音乐家，叫做姜文也，捌听过无？大部分拢捌听过啦。因为我就讲，咱对台湾史吼连幼稚园都无毕业。台湾上优秀的音乐家就是姜文也，姜文也，姜文也嘛是淡水三支的啦。日本时代，伊去日本读音乐学院。参加日本的作曲比赛，第一名。但日本人不甘愿给伊第一名，那也是。我全日本无一个赢你，开玩笑，你知道吗？所以第一名重缺，第二名姜文也。有啊，所以咱在讲日本人有当时啊足刁钻的，讲吼，不甘愿给你第一名，不过伊嘛唔敢讲给你冲去第三名，第二名。姜文也每一遍全日本的作曲比赛拢是第二名，从来唔捌第一名。但是日本人承认大聪明是第一名，这唔是遐简单的代志哦。姜文也到尾啊，先拢证明讲伊赢日本人的。日本人结果足好个啊，你哪会知影？二次大战赢两个是，德国伫希特勒的时代办过柏林奥运，迄阵当前嘞。奥运会是柏林的，奥运会要办的是德国向全世界征求作曲比赛，结果姜文也世界第一名。日本的作曲家是用拼输的，迄阵日本人不得不承认讲哦，这个台湾人比伊较优秀。姜文也的乐曲伫柏林奥运演奏，台湾人无人知影这个历史。伫迄个时代，台湾人已经世界音乐界。出道的，啊，想讲大家捌姜文也，因为姜文也嘛作起日本人，伊到尾日本人甲歧视，所以姜文也留学了，伊无转来台湾啦，因为迄阵台湾还靠日本人来统治嘛，啊，所以姜文也走去倒，走去中国，这是咱台湾人的命运的悲剧啦。想讲中国是祖国啦，既然日本人欺负台湾人，好，我要来祖国，结果伊去北京。大学的音乐片做教授，不过文革的时候，倒错。你是台湾人，你就是日本人的糟糕。中国人甲跋修理，掠去关咧牛棚，伊所有的作曲的作品拢甲烧掉。所以你看台湾人的命运就是安尼，一个遐优秀的台湾的音乐家，台湾人唔捌伊，日本人唔承认伊，中国人嘛唔承认伊。总来拍死，一个世界上优秀的人才全部去。所以，咱若了解台湾历史，咱家己做爱去把这个物仔挖出来，哦，要挖出来。但是我怎啊讲了呾？大聪明到尾啊，当然，中国以后伊要做教授，日本人嘛唔甘愿好做呢，因为中国以后全部拢日本人的教授啊，无看下台湾人嘛。教授会遐投票啊，要聘一个新教授，同款，含咱即摆同款，教评会投票无通过呢，因为遐所有日本教授，啊，即个着咱的毕业生，高中都无毕业，怎啊要做教授？要含咱平起平坐，大家哪会甘愿啊？投票无过，结果即个校长佫出来讲话啊，即个校长讲，伊拢比恁较优秀呢，恁也无好做教授，啊，人讲咱歧视台湾人，安尼咁好，啊？到尾啊，教授会不给，好啦，无会做副教授。同款，当来个中正会啊，做副教授。但是大聪明，伊无闹鬼啊，副教授就副教授，一说要入学教师的，伊培养44个医学博士。台湾呢，医学比较先，敢若日本时代，伊的药理教师就培养44个医学博士。日本人其实学术界拢知影，大聪明比伊更大个。所以到尾啊，大聪明做日本药理学会的理事长哦，不是台湾药理学会呢，
嘿啦，台湾料理协会无遗憾啦，伊都第一个保持第一个台湾人教授，你才敢无做。但是要做日本的料理协会理事长，日本保持几少人个？大家教授规山平个呢？要承认讲，你杜聪明有资格做因个学会个理事长，诶，迄是较简单个代志。哦，日本人这一口气吞得下去，就是讲，伊承认杜聪明实在是比伊较优秀啦，伊无话通讲。哦。所以杜聪明是咱台湾人的一个很重要的医学界的大前辈。杜聪明嘛是三支的啦，所以三支真趣味哦，你要注意哦。遐有李登辉，有姜文也，有杜聪明哦。哦，所以你去到遐，你较细致就好了。这伊做台大第一任的医学院院长的时候，因为。日本时代，伊是伊学校唯一的一个台湾人教授嘛。啊，最后日本人拢照料，伊就接受台大医学院啦，啊，搁台大医院啦，伊拢是第一任，毋过恁有注意无？日本人照料国民党来无两年，就发生二二八事件啊。咱拄则讲，啊，二二八事件，这人会互杀无？迄阵伫台湾，伊是上出名的人物咯，左边也来杀嘛。啊，毋过伊叫做杜聪明，你著知伊真聪明。走去美啦，走去美，美甲互国民党找无啦。啊，毋过国民党找无，当然台大医学院长嘛无去啊，啊院长胖起来，知道？所以国民党就任命一个外省人做台大医学院院长。杜聪明一直比美甲人是甲到处，美甲陈仪离开台湾，换魏道明。魏道明洪派来接陈仪做第二任的这个新主席，就是行政长官的时候，较有人去甲魏道明讲：啊，这杜聪明都无可能是共产党啦，无可能是叛徒啦，这基本一个台湾人的人格者，一个学者，伊上重要就是讲哦，伫日本时代，总统以后的学生拢反抗日本人的时候，杜聪明伊其实嘛是做反抗日本人的。因为这有一段故事，咱拢知影，拄则讲蒋渭水，蒋渭水和杜聪明就是同学。当因在读中统以后的时呢，孙中山伫中国咧结兵，但是恁会记得孙中山结兵到到一个阶段的时，袁世凯称帝嘛，孙中山退，结果在中统以后的伊也先真天真啊，想讲要去刺杀袁世凯，要替孙中山出一口气就对了。派上去，派杜聪明去，不是叫伊牙膏牙签啦。杜聪明真够做研究，所以叫培养霍乱菌。起霍乱菌，讲要去甲斗咧袁世凯的迄条水源，要甲袁世凯淘死的地方。杜聪明真正去，就伊最派去的。伊含另外一个同学叫做汪俊明。两个人去到北京，去袁世凯住的所在，一直要找看伊的迄个水塔伫底。袁世凯住的所在，哪有可能互你挖下去？边仔拢有人去顾嘛。看讲这两个狗囡仔安尼鬼鬼祟祟的，你知道无？啊，就来盘查。结果两个带一条去拼上来。事实当然是无成啦。但是后来去到报的人，就是去跟国民党讲这条故事，讲，迄当时伊就想要去刺杀袁世凯啊。伊就是足支持国民党个啊！你欲掠来刣，这毋对啦，袂使啦，安怎？到尾甲人报出，报出了，当然杜聪明对国民党真失望，因为伊好朋友拢有掠去刣。迄阵伊咧做台大医学院院长，但是文学院的院长就是林茂生，林茂生啊，知影嘛？嘛足济人毋捌。啊，咱这台湾史吼，毋知要对对教起。日本时代全台湾两个写到读册个人，一个叫做杜聪明。一个叫做林茂生，林茂生是台南人，伊读中英中学，中英中学了，去日本读东大，东大了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，所以林茂生是台湾人第一个美国的博士啦。杜聪明是第一个伫日本摕到博士的人，林茂生比伊较晚摕到，不过林茂生是第一个美国的博士。伊去哥伦比亚读迄个时，林茂生的老师叫杜威。这都有够出名的啊！杜威是美国上出名的教育家哦。杜威下骹有两个留学生足优秀，一个叫林茂生，一个叫胡适。
胡适是林默生做伙读册，但是林默生比胡适较优秀啦。结果胡适倒去到中国受重用啦，做北京大学的校长咧。到尾啊，五四运动，到尾啊，胡适搁做驻美大使咧。但是林默生倒来干啥？二八条一台。林默生倒来台湾了，先倒去台湾工学院，就是今个生态做教授。做教授了，过次战后接受台大医学院了，伊做第一任的台大文学院院长。杜聪明咧做医学院院长，林默生做文学院院长。二八发生的时咧，人拢叫伊着走去美，因为这是台湾人日本时代两个秀才啊，上到读册的两个人。叫做杜聪明，我着讲伊聪明，伊真正美咧，伊知影讲这国民党这真阿爸的厉害。但是林默生足了紧，人叫伊走去美，伊硬讲哦，我无做唔着代志，我想美啥？伊无爱去美，结果无爱去美，你也去。失踪到今为止，无人知影林默生当时死的，无人知影伊死伫底，无人知影伊是啥物人甲杀掉。到今即个还阁是一个公案，就是讲无答案。但是林默生的后生是迄当时代代第一任的精神科主任，叫做林宗义，这是国际性的学者。林宗义就是杜聪明做医学院院长时。林宗义伫东京大学咧做精神科医生，杜聪明甲叫倒来做台大精神科的主任。结果二八发生，伊老爸互掠去，当然就到处要找伊老爸。伊迄阵伊的身份，你看，伊是台大精神科的教授，第一任的主任。伊拜托台大的院长，拜托医学院的院长，拜托台大的校长，安尼到处问，无一个人有法度甲回答，讲是啥掠去，掠一堆。所以林宗义当然嘛对这个政权作失望，所以到尾林宗义离开台大，伫国际上伊做 WHO 的顾问。迄个时阵台湾还佫伫 WHO 咧 ，WHO 的顾问，全世界百几个国家去做顾问，伊就歹转来台湾，因为伊感觉讲国民党无法度甲交代讲因老爸到底是倒当时死，所以四十年唔捌替因老爸做起来。因为唔知影忌日是啥物。1987年，我要平反228的时候，我去党部啊找林教授。王林教授转来台湾做伙变这个代志，要求国民党道歉赔偿。结果林宗义甲我讲，我若要转去台湾，我个人一个条件，我要公开记录阮老爸，因为因老爸失踪40天，台湾从来无人阁提过林默生。所以我转来台湾的时候，我去找济南教会。王修公、王修公牧师，我拜托你伫济南教会办一个林默生的追思礼拜。所以伫88年，就是我平反礼拜第二天，我伫济南教会办林默生的追思礼拜。迄阵林宗义教授来，一个国际性的学者，伫全世界走透透，但是为了这个代志，一世人伊唔甘。林宗义咧做 WHO 顾问的时，中国嘛甲请去啊。中国请去要甲统战，伊一落飞机，中国派人大委员会的委员长叫廖承志。廖承志的老爸就是廖仲恺啊，迄嘛是国民党内底大元老。廖承志来接林宗义，甲林宗义讲欢迎回到祖国。林宗义讲我的祖国是台湾呢，我是来贵国访问。廖承志第二句话讲：国民党杀死恁老爸，国民党嘛杀死阮老爸，所以国民党是咱共同的敌人。因为廖仲恺到尾伫国民党内底，嘛是蒋介石甲暗杀掉。蒋介石要起来暗杀足侪人个呢，暗杀国民党内底足侪大佬拢去杀掉。所以廖承志甲林宗义讲哦：国民党杀死恁老爸，嘛杀死阮老爸，这是咱共同的敌人。林宗义甲硬讲哦：国民党杀死阮老爸，嘛杀死恁老爸，这是事实啦。和台湾和中国的关系不能混为一谈，我和你无同款，这就是咱台湾人的故事。哦，一代人受遐好的教育，伊都有这个故事。即卖台湾的学者无一定有这个故事，然后中国好嘞一个，
记到了，记到了。大聪明因为走一笔，所以一条命是保下来的。不过当然，伊出事了，所以伊回台大了，伊走一段。伊从走去高雄，创办高雄，所以伊就是阮高一的创校的老师。伊阵就想讲，对这个政府失望啊，所以想我办一间私立的学校，私立的学校我可要比公立的较好。伊讲全世界优秀的拢是私立学校啦。哈佛嘛是私立的，斯坦福嘛是私立的，剑桥、牛津嘛是私立的，早稻田嘛是私立的，庆应嘛是私立的。所以讲，高一要做世界第一的大学，唔过真见笑。到今高一嘛不是第一的大学，阮是高一的比较先啦。我常常讲，阮高一的比较先讲哦，咱高一已经四五十年啊，遐侪比较先，也无一个对大聪明的地位。时代不如时代，时代不如时代，时代不如时代。但是伊迄阵伊就是即个雄心壮志，哦，当然后壁个故事真重要哦，我无去讲。不过伊台湾的医学界来讲，杜聪明有足重要个几个贡献，就是讲伊个研究吼，拢是本土研究。伊第一个研究毒蛇，蛇毒啊。所以台湾的即个台大药理学教授是全世界蛇毒研究的第一名。所以杜聪明之后武力定完。都过来，拢是中文民间院士，拢是蛇毒研究，即、這个药物毒、药理学、毒物学、神经毒、血管毒，迄对大聪明留落来基础。伊第二个研究就是鸦片。清朝的是当然台湾人拢有咧食鸦片，到日本时代有食鸦片无？嘛有，日本政府嘛真优秀呢，伊设一个鸦片专卖局啦，就是讲哦，民间袂使买卖鸦片。啊！你若要食鸦片，你都要打电话。啊！你讲鸦片，想嘛？鸦片就好赚嘛。所以透过这个鸦片专卖局，赚足侪钱嘛。这个后藤新平的方法，伊赚遐个钱，较来做建设。唔过，台湾人当然会抗争嘛。啊，啥物人去甲抗争？蒋渭水，蒋渭水组织台湾民众党的时阵，拍电报去予国际联盟，国际联盟就是联合国的前身。讲日本政府咧卖鸦片，毒害台湾人的健康。啊，国际联盟就派人来调查啊。啊，这日本政府是做无民主的嘛？因为你一个文明的政府，哪有可能政府咧卖毒品的？所以日本政府变啊，紧叫杜聪明成立一个叫做根生院。这个根生院就是专门戒治鸦片的机构。所以两个同学，一个甲日本政府吐槽，啊，一个日本政府讲讲拜托你去咧，甲这食鸦片的人叫来治疗啊。啊，杜聪明为着要治疗这个吃鸦片的人，所以伊就去研究肺部口内讲啊，对这个尿液，就会当检测你有吃毒品无？因为吃毒的人伊袂承认嘛，但是检查就有知啊。啊，你检查就会当检测毒品，这全世界即摆拢咧用咧。你看迄个运动选手有吃迄个违禁的药品无？啊，恁少年囡仔若去摇头店，啥物都爱咧吃摇头丸，变作抓紧种啊，研究嘛。所以对尿液检测鸦片，这是杜聪明的发现，这嘛是真了不起的，一个科学上的成就。杜聪明第三项就是研究草药啊，伊感觉讲汉药内底草药有足侪有路用的物，但是汉医无迄个科学的研究方法，所以伊用台大药理学教授，伊要求伊每一个学生若要对伊做论文，拢要写一篇项草药有关的研究。所以培养迄四十几个博士，大家对草药都做了解。所以这就是讲，伊对台湾的这个本土的医学的发展有极重要的贡献。啊，当然等于讲台大的毕业生、高一的毕业生等于拢伊学生啦。所以，对台湾的医学界来讲，伊是最重要的前辈。这伊的资历啊，这伊的草稿哦，伊家己写的。啊，对遮讲有蒋渭水哦，这嘛是中央以后比较一个真重要的。日本时代反共，日本人上界有影响力的医生就是蒋渭水。蒋渭水组织台湾文化协会，含林献堂，伫巡回全台湾办几啊百场的这文化工作，所以蒋渭水办报纸，迄阵就是叫台湾民报。所以我即摆要搁办一个报纸，就是叫做民报，就是要甲接续这个咱对日本时代这个反共的精神，要甲延续过来。蒋渭水真可惜，敢若活39岁。
蒋介石嘛组织政党哦，伊个党叫做台湾民众党。所以咱台湾人第一个政党是台湾民众党诶，恁当阵是民进党诶，民进党是足阿变诶代志。民众党伫1926年代就出来，迄个时阵就要求议会要自治，哦，要求言论诶自由，要求政党组党，足侪代志落去日本时代就咧落去啦。蒋介石甚至劳工运动、农民运动、学生运动，伊拢是咧参加。迄阵台湾有工友总联盟。就是敢若叫工会的总联盟，400几个工会，农民运动也是伊咧带头，学生运动也是伊咧带头，所以伊伫日本时代是一个上界有影响力的控制的意识。所以日本人当然恨不得甲堵住，当然也去关啦、创啥、报纸甲查去，这是家常便饭的吼。但是真可惜，蒋介石39岁就死，啊，伊死的是大壮战啊，就是讲台湾人出来甲上手，5000个人。参加会上，那是伫日本警察的监视之下，有5000个人出来甲上朝，咱就知影讲，伊伫迄个时代即个影响吼。啊，赖鹤嘛是因的同学，赖鹤是日本时代台湾上重要的作家，伊用白话文写作。咱来注意呢，日本时代无读过白话文，咱台湾人是受日本教育的是读日文啊。啊，你若要学汉文，你都要家己记些诗书。读迄个人之初，嘿，迄是古典汉文啦，毋是即摆白话文。所以赖鹤伊是完全毋捌受过白话文的教育，但是伊看迄阵胡适、朱家骞的胡适因倒去中国开始咧推广白话文的运动的时，赖鹤开始伫台湾用白话文写作。你去看赖鹤诗，读赖鹤的小说，伊写了比胡适较好啊，绝对比胡适写较好个。不比伊较歹，吼、哦！所以伊伫日本时代写诶小说，拢是反抗日本人，对台湾人咧发声诶一个文学作品，吼、哦！所以赖鹤伊是彰化人，吼、哦，彰化人。即台湾第一个去德国摕到博士学位诶医生王寿禄，即是台湾人。下骹足侪，即拢是文化协会诶时代台湾足重要诶医生。啊，刚刚讲伫日本时代呢，台湾有培养2000几个医生出来。牙医师傅变了500个，有这书600几个，左三书2000几个，后书500几个。啊，就是讲日本人要离开以前，大概台湾的这个医学的人才已经有相当的一个数量培养出来，伊台湾各地已经开始咧做真好的这个医疗的工作。啊，从传染病拢控制了，拢控制了。这一阵倒过来一寡病人哦。因真重视这个热带医学，是嘛？因为迄阵日本人想要用台湾做南进的基地，伊开始要去拍东南亚的战争啊，开始要去做这个东南亚的这个攻击战争，伊开始一直研究这个热带医学。这间就是热带医学研究所，这间就是今个教育部啊，台大医学院边啊，这间就是今个教育部。啊，到尾啊，当然日本发动这个战争了，美国开始来轰炸，所以台大医院迄阵嘛炸到晕乎乎的。哦，台大医院迄阵有疏散去这个头的整卡，因为迄个时阵台北市嘛炸到。搁煞嘞，换国民政府来啊！国民政府来，我拄则讲28个事件发生，台湾的医界惨遭大屠杀，惨遭大屠杀。因为日本时代台湾的医生已经在台湾社会拢变作领导者，患者看啊，不但是安尼，用参加文化协会活动，参加民众党，所以迄阵台湾的医生其实足积极参与台湾的社会，伊这个改革和政治的改革活动，所以一般民众大家对台湾的医生拢真尊敬，所以真自然医生变作社会一个意见的领袖。啊，就是因为安尼，日本发生国民党开始掠人。医生拢是你爱对象啦，特别是你若出名的医生啦，像这就是家人迄阵的旗帜，桂秀仪医师入去台啦吼，这大家拢入去台啦，这宜兰吼，迄阵的宜兰病院院长，这个郭章华吼，花莲的医长张七龙，张七龙有三个囝嘛，拢医生，四个医生拢入去，台三个，干那一个放落来。所以，这拢真凄惨。啊，张志龙迄阵做议长，搁做校的校长，
哦，啊嘛做自信博大。即种无真正参加过啥物反抗，但是就是讲因为伫地方上社会有名人，拢变做红台的对象。哦，啊，即个叶两个囝来伫迄落。即阵时代要讲的是家己。家己嘛，两个医生伫议会内底，结果要去即个机场做和平使，结果嘛是斩掉去了吼。啊，即内底嘛有一个无头公案，就是柯世贤。柯世贤迄阵嘛是伫家己的参议会，结果因即个和平使集团去到半路，柯世贤落车，伊无去，结果逃过一劫。啊，谁人迄阵落车，无人知啦。哦，可能嘛是有人甲讲，你毋通去，你去阮死的，伊总无去。但是另外两个是拢有先，或者一个潘洛比，哦，啊一个罗平金，这拢比来人，哦，啊这高雄的二舅就是平清科，平清科就是平民民的爸爸，平民的爸爸迄阵是高雄上出名的红山高医生，嘛是战后的高雄的二舅，嘛是去山顶培养这个何孟吉当华医生。全部杀起来，起的拢开啦，敢若偏心佫无开始。到尾啊，真侪人去走撞，甲报倒来，报倒来，伊呾平民民讲，永远毋通插中国人的政治。结果无想着讲平民民佫走来选总统。哦，啊，即嘛迄阵的议员，哦，即拢死啦，即都拢，啊，即就是我拄则讲平生的爸爸，哦，又金好即。讲到这袂当阁讲落啊，因为两点钟到啊啦吼。这百几年的历史要叫我用两点钟讲吼，不过咱头前迄段安尼，若要阁听吼，以后有机会阁来啦吼。啊，不过我简单结论一下，就是讲，经过这个奇怪的大屠杀了，其实台湾的医界有一个真大的变化，就是讲吼，医生都歹讲话啊，大部分啊，用种一种就去加好许多。啊，就做研究啦，教书啊，拢点注注个。像阮读医学院时，阮个老师从来嘛捌咧甲讲这個，也无爱讲啦。因为因所看到个，因个同学互掠，因个熟识人互杀个满满死嘛。所以讲，像因讲个讲叫放大。啊，第二种呢，佫较害，就是开药顾趁钱个啦。感觉讲啊，做医生就是安尼，敢若我拄只讲讲台湾医生，拢感觉钱无够用着对个吼。啊，就顾我囝啦，啊，就家己个生活好过就好啊。对这个社会，无够迄个空虚啦，迄个使命感，也是讲社会参与减少，这是对台湾是一个足不幸的代志。哦，对我对了讲，因为遐优秀的拢去读医啊，结果出来，你对这个社会无一个使命感，无一个责任感，这对社会是一个真大的损失啦。但是当然，你要了解就是讲，伊背后有这个政治的因素，有这个环境的。啊，所以到1987年的时候，我是40周年，我想讲啊，爱平反二八这个历史，哦，所以我开始讲，向地人用啦，李宪用，大家各去发动这个讲，要替二八平反。我准备做这个运动的时候，介绍是阿袂解读的，大家朋友嘛拢甲我讲，啊，哪有可能国民党搁咧执政，哪会认错，哪会躲起来，啊，哪有可能甲二八这当作国定纪念日？我讲当然无可能，我无可能。这是咱台湾人家己的代志啊！咱讲咱的祖先不是叛徒，伊都不是叛徒嘛。咱讲咱的祖先是为了公益牺牲的，咱的祖先是优秀的台湾人，就是优秀的台湾人嘛。他以前我一个历史的解说员，要搞互通知者，国民党讲伊是叛徒，讲伊是流氓，讲伊是走狗，日本人的走狗，讲伊互共产党利用。啊，历史是要互咱解说，是要通知者解说，还是台湾人家己解说？当然，咱家己解说咱的历史啊。咱若无掌握这个历史的解说权，咱永远做人的奴隶啊。啊，第二我讲，啊，二二八咱不是国定纪念日，泰国政府宣布，咱二二八你讲，大家要分一天，啊，就是国定纪念日嘛。未使休困吗？啊，无人规定你未使休困啊。你家己主动休困一天，啊，伊讲就是国定纪念日。哦，所以我迄阵拢讲绝对会实现啦。结果有实现，拢实现啦。伫35年内底。二二八嘛变作国定纪念日，全台湾各地嘛开始办二二八的追思活动，啊嘛去二二八纪念日。啊，最后2020年，阮国家通过二二八补偿条例，所以到尾拢赔嘛。这嘛是破纪录的。
国民政府过去做歹代志，较会捌道歉，奈捌赔偿，无可能啊！我记我开始入会时哦，余国华咧做行政院长，伊安怎道歉？伊讲满清入关屠杀汉人都没有道歉，想要国民党来台湾杀人就爱道歉啦！目古锥甲真正有够老死的，就是讲，这就是反映因的心态。哦，中国的历史就是讲哦，改朝换代当然蛮大屠杀嘛，伊才得道歉。但是伊唔知影讲，即摆是一个现代社会、文明的社会，政府歹修法啦。你抓人也无审判，这都犯法吧？政府本身就犯法了嘛，对不对？你抓来就抬掉，你拢无审判呢？你哪对？你都无一个人权的观念，无一个法治的观念，所以这款的政府基本早就应该淘汰啊！这是足浪漫，完全无法治的观念的政府。哦，但是咱台湾人家己讲惊到讲安尼，这个代志都唔敢讲，四十年一句话都唔敢讲。我台湾人嘛上过无容易，对。咱家己的祖先做对的代志，咱不要去讲话嘛。哦，那这个社会嘛是还有一个公道的一个社会。所以我以前要挑战，实在是要挑战台湾人家。哦，你国民党要道歉不道歉，恁家的代志。但是台湾人爱家己纪念家己的前辈。哦，那这就是咱今天讲历史，历史就是咱家己爱去写的，咱家己爱去解说的。啊，若无安尼，咱家己哪有信心？你用那边蒙古统治者国会使无？世间重要的物件拢是家己争取来，唔是人收束的啦，无人会收束你啦。同款嘛，要建立一个家己的国家，嘛是要靠家己啊，要靠啥？啥要伊啊？靠家己。靠个嘛咧？哦，所以我最后嘛是讲，我最近想讲，我去要办报纸，哦，我朋友在讲，你唔通啊，你是倾家荡产的，你温室的，你温室。我讲要死嘛，就爱见到死。啊，我大厝里不出死又该怎？对不？哦。咱的祖先，咱的祖先，毛汉人、毛原住民、毛平埔族、毛荷兰人，会拢套做伙啊？对不？哦。啊，所以，迄祖先对对来。无甲遐重要，是你今日做台湾人，伫这个社会、这块土地，你家己的认同，你要家己建一个国家无？这是家己决定的代志。祖先嘛袂当替你决定啊，祖先袂当替你决定。但是咱今日要选择，家己要有信心啊，无信心哪会敢选择？啊，对家己有信心，你唔当讲我要做主人，啊无你就做快乐的奴隶，啊是要做痛苦的主人，我就是安尼。做通告的主人，靠主，哦靠。好啦，时间啦，哦到这啦，我搁后边搁等你啦，所以哦，感谢恁啦。严重县员剪彩，有关台湾医疗发展史的这个啊演讲来，再度用热烈掌声来感谢一下。Thank you.